左边那边是块木嘛，中间还有一棵是昆兰树。哦。嗯，叫不出来了。这是听经的树，那本来在山坡地，它应该往下倾斜，但是因为这有钟声，所以他就说，然后他就往这边倾斜，违反自然，所以说这是听经的树，是吧？对。那这棵叫是什么树？红块啊？台湾山。台湾山，两棵都是吗？没有，一个哎，哦，那个飞机云。哦。有一个。哪一个是红块矮的吗？现在看不到。哦，我们现在看不到，在另外一边。有。哦，这样。靠这边的是台湾山的，那后面的是那个红块。哦，这样，不是我们后看的后面那边吗？照理来讲，向阳会长那边，可是它是枝是向的，紫云禅寺。哦，这样。了解。哪一棵是昆兰树？